方》这首歌的作词作曲人呢是周金亮。这首歌是一首充满希望、非常积极的歌曲。我们要将这首歌呢献给我们所有在台湾的朋友，当然也献给所有现场的朋友，因为我们相信呢，黑暗的尽头就是光明，人间处处有希望。接下来我们要邀请两位伴奏呢，就分别就是我们的刘志伟，还有就是周金亮。再次掌声给我们的指挥老师。黄凤娇小姐，来，好，我们在这边要将这个支票移交给她。
我们希望说这笔款项